欢迎各位观众来观看我这期视频。好，我们这期开始我们会录一些 Minecraft 里面的一些恐怖游戏的逃脱啊。首先欢迎大家观看我的视频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这个是 Escape Annie， 就安妮的逃脱，从这样开始 play。我不知道是什么游戏。我操，好恐怖啊！我操，我得割成那个生存模式。难度和平，你这死鬼别想来再搞我了。妈呀 ，UP 主，我现在心里是惊恐无比啊！我也是你妈，我可创造，看拿我怎么办？来呀来呀，我不怕，你不怂啊！我现在可以放心大胆的解密了。这个死人，你在搞我！天，不要脸，仗着自己长那么……那个半血狗找到 Annie's room key， 找到他的 room。而已嘛，这个创造模式你能拿我怎么样？K 到哪去了？飞了吗？我操，这什么鬼啊！
妈的，我想表说不完了，怎么办？哦，原来是这个东西，命令方块一堆，然后就是一个逃脱版。好，那么这期视频录到这里，我实在不敢玩下去了，太恐怖了！这游戏回血方法都没有，比蓝的女孩还难了。